Will those in favor of the draft resolution contained in document S/2024/173 please raise their hand? Those against? Abstentions? The result of the voting is as follows. 13 votes in favor, 1 vote against, 1 abstention. The draft resolution has not been adopted, owing to the negative vote of a permanent member of the council. 中方对刚才的决议草案投了赞成票。我们对决议草案遭到美国的否决表示强烈不满和失望。阿尔及利亚代表阿拉伯国家提出决议草案，要求在加沙立即实现停火，立即释放全部人质，保障人道物资准入，反对强制转移。 这既是形式的紧迫需要，也是基于人道最起码的要求，理应得到安理会所有成员的支持。阿尔及利亚展现出理性、真诚、开放的态度，就决议草案从各方进行长时间、广泛的磋商，采取了 许多建设性意见，让草案内容更加平衡。今天的表决结果清楚说明，在加沙停火止战问题上，不是安理会没有压倒性共识，而是美国行使否决扼杀了安理会的共识。美国的否决释放了错误信号， 把加沙局势推到了更危险的境地。正当安理会停火决议被否决时，加沙的无辜百姓正在战火中丧命，正在死亡边缘挣扎。美国声称安理会决议会干扰正在开展的外交努力，这种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。 当前形势下，在立即停火问题上仍然消极回避，无异于为继续杀戮大开绿灯。正当安理会停火决议被否决时，冲突外溢正在使整个中东地区动荡不安，更大范围的战争风险正在上升。只有熄灭加沙战火， 才能防止吞噬整个地区的地域之火。安理会必须尽快采取行动，阻止这场中东浩劫。正当安理会停火决议被否决时，国际法的底线正在遭到践踏，多边体系基石正在遭到侵蚀。联合国秘书长已经援引宪章第99条 致函安理会，国际法院也发布了临时措施。对于加沙冲突中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人道法的行为，安理会必须予以有力回应，维护国际法治的权威。主席女士，安理会必须采取行动，推动实现停火。这不应该是一个还需要争辩的问题， 而是安理会不容推迟的道德义务，是安理会必须承担的法律义务，更是安理会履行联合国宪章的政治要求。否决不能掩盖停火止战的强烈呼声，安理会维护正义、履行职责的脚步不会因此停顿。中方敦促以色列倾听国际社会的呼声，
取消对拉法的进攻计划，停止对巴勒斯坦民众的集体惩罚。我们期待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少一些政治算计，真正秉持公正和负责任态度，为推动加沙停火做出正确选择。我们呼吁国际社会汇聚一切外交努力，给加沙民众活下去的机会，给整个中东地区人民拥有和平的机会，给伸张正义一个机会。